节目内容部分示范动作经专人指导及长期训练，请勿模仿。十二岁以下小童应由家长陪同观看。欢迎大家收看《舞动传承》。咦 ，Emily， 做乜今日咁嘈仗啊？我喺度谂咧，啲功夫啲命名方法都几特别嘅、哦。有啲咧就系用地方名去命名啦，好似峨眉派咁；有啲咧就用打法去命名，好似跆拳道咁啦。仲有啲咧系用人名去命名，好似洪拳咁。啊，咁今日你要为我哋介绍呢个白眉派，唔通系由一个白色眉毛嘅人去创造嘅？你咁推理都几合逻辑喎，咁系唔系咧？我哋今日专程邀请到白眉派嘅胡伟坤师傅为我哋解释一下，不如我哋一齐去问下佢啊！好啊。Attention.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Emily 啊，你見到白色衫嗰個咧就係胡師傅啦。啊，我聽人哋講咧，佢温哥華教白眉派啲功夫成三個嘞噃。唔單止啊，佢喺2002年嗰陣時候咧，由武術加拿大武術團體聯合會咧，仲頒發咗武術家貢獻獎俾佢添。嗯，咁犀利啊！係啊，嗰陣時我同阿胡師傅亦都去咗鄭州噶。佢嗰陣時係鄭州傳統武術節裏邊咧加拿大代表隊嘅領隊嚟嘅。哇！咁有冇攞到獎咁樣㗎？當然啦，當時佢帶隊嗰陣時候咧，我哋國家隊咧係攞咗兩面嘅銅牌、12面嘅銀牌，同埋仲有5面嘅金牌添喎。咁犀利？咦？不過我聽講你都有去嘅喎，你有冇攞到啲獎牌先？少少咁啦，不如唔好講咁多啦，我哋都去訪問下胡師傅先啊。好啊。胡師傅你好，你好你好，係呢個拍檔 Emily。Emily 你好，師傅你好。係你做咩啊你？我想望下佢啲眉有冇白色啫嘛。啊，胡師傅啊，我想問下你啦。咁其實咧，白眉派啲功夫咧，係咪真係一個白色眉毛嘅人所創嘅咧？冇錯，係我哋嘅創派嘅師祖咧，係頭髮、頭同眉毛都白嘅。哇！佢叫做白眉上人，係呢個少林寺嘅和尚嚟嘅。聽講話頭三個三傳都是真人嚟喎、啊，第一傳咧就係白眉啦，第二傳咧竹廣偉，第三傳竹法雲啦，然後到第四傳先傳到張禮傳。咁後來點樣再傳俾外姓或者係傳俾其他族家咧？張禮傳到張禮傳咧，就嗰陣時已經係族家噶啦。咁樣咧，佢就嗰陣時咧喺廣州咧就跟呢個竹法雲學嘅。咁自佢之後咧就傳出去全世界啦。咁當時佢除咗傳俾其他嘅人之外咧，啊，好似我哋蔡利佛啊，喺新會啊，咁唔知白眉嗰個派咧係喺邊一個省份嘅咧？喺中國係廣東省，佢咧就學咧就係當然喺河南啊，嵩山少林寺啦，學完之後咧，佢就上去峨眉山又再修練啦，咁咧然後學成之後咧就嚟廣東雲遊啦，周圍去啦，咁樣咁樣傳出嚟咯。白眉咧亦都係南拳嘅拳種之一啦，但係聽講話白眉咧係有內家拳或者內功喎，咁喺呢一方面係點樣解釋嘅咧？白眉應該屬於係南方嘅短打啊，有內功嘅短打啊，因為我哋練拳咧要要求呢、這個練氣啦，啊練呢個筋骨啦，同埋你練浮沉吞吐啦，所謂三體啦。由四標啦、六勁啦、白色啦。你之前同我講過咧，話唔知道好似要六合啊，因為牙、頸、鼻咁，我同我哋解釋一下。嘅，想我解釋一下啦，點為之三體先啦嚇。三體咧就講咧就係圓、扁、薄。OK， 圓，所以圓咧要手法圓滑啦。要柔勁啦，要手法圓滑啦，係咪？然後咁咧就講手法。OK， 然後身法咧講身形噶啦，有胸、薄、扁。OK， 唔係直去嘅 ，OK， 講身形嘅，然後咧就搏咧就講步法嘅，步法要快嘅，要快嘅 ，OK， 快嘅，然後呢叫講步法嘅，咁咧就講三體，講四標啦，四標咧就講內練內功嘅，
原來係勁嘅。嗯。佢講浮沉吞吐啦，嘅沉爭落搏啦，呢啲係練四標啦。嘅啊六勁咧，咁我哋每次我哋發勁咧，即係一定要六勁齊發。嗯。因為六勁咧就牙頸、腰膊、手背。Okay? 牙都要啊。係啦。OK。因為咧，我發勁嗰時咧，佢好猛烈嘅，所以咧唔會震盪親你嘅個腦嘅。OK。咁咧就然後咧就手法啦，頭先講咧就八式咧講係就啊邊角腕撞彈撲彈作盤衝啦，呢啲就八式啊，就係呢個手嘅運用啫，呢就係、是。嗯。所以咧我凡身發勁咧一定要啦，全身放鬆，全身放鬆，咁咧喺內部嗰啲筋骨關節重新再整合，整合咗之後咧，好以最短嘅時間嚇就夾咗六勁，然後先爆發勁打出嚟。嗯。我知道白眉咧，同其他唔同嘅武術唔係話隔下擋下隔下擋下喎，你又有好獨特嘅對打嘅方式或者係對練嘅方式嘅喎，可唔可以講下？佢平時都要練嘅，我哋手法咧就係通常都係連消大打嘅，即係唔係一招一式咁樣連消大打啊？點樣連消大打法？所謂連消大打就係攻防，攻同防咧同一齊嘅，啊，即係唔係防咗然後再攻，係連消大打。例如好似啊個拳咁打過嚟，你會點樣做法咧？你打得好似咁打啊！同時間係嘛？同時間出，哦，同時打嘅，嗯，啊，嗯，啊，胡師傅啊，我又想問一下啦，好多人都話咧學功夫咧應該去中國學嘅，喺加拿大學咧就冇咁好，係咪真㗎？咁又唔係嘅，因為喺而家外國咧，中國啲學生咧比較自由啲啊，佢好多機會，好多時間可以練嘅。如果中國咧，反而有啲限制。哦，點樣限制法？因為佢哋啲功課壓迫嘅好犀利，唔同依度外國依度咧比較自由啲，個功課冇咁多功課咧，佢多時間練習可以。啊，我又聽人哋講咧，話而家啲小朋友咧對學功夫咧興趣冇以前咁大喎。以你嘅親身體驗，又係咪真嘅咧？啊，有些少影響，但係我哋依度啲學生咧，通常都好勤力嘅，啊，一個禮拜都嚟幾次嘅，但係功課又好好嘅。哇，好難得喎。啊啊，師傅啊，我頭先聽你講咩三體四咩啊，跟住六勁又八式咁，好就好似聽就好似有少少明略，但係你可唔可以示範俾我哋睇啊？有啲可以示範，有啲你又睇唔到嘅，因為咧，譬如頭臨分草就有啊浮沉吞吐嗰啲咧，喺內邊練內邊嘅，嘅又比較難睇啲嘅，嘅手法咧你可以睇到啲啊三體咧，比如講個手法。身形步伐嘅啫，嗰啲就啊頭先講過啦，手啊講手嘅如法啦，啊要靈活啦，啊身形咧要講扁啦，即係要走偏鋒，走啊走小門嘅啦，我入啊步伐咧就又練逼步啊、追步啊，練嗰啲噶嘛。嗯，咁不如即刻練俾我哋睇啦。OK，Emily， 嗱我而家同你解釋一下，剛才頭先你問嘅嗰啲問題啦，因為三體、四標、勁、八式。簡簡單單解釋俾大家，所以三體嘅話咧就係講手法、身形、步伐嘅嚇。所謂圓、扁、薄就係三體。OK， 圓咧就即係手法嘅圓滑啦。譬如你手要圓嘅 ，OK， 要圓嘅 ，OK， 靈活嘅 ，OK， 柔勁 ，OK。然後講呢個身法方面咧，你要本身咧要放鬆，要扁，走側扁 ，OK， 走小門 ，OK， 側扁啊 ，OK， 或者呢啲叫做扁 ，OK。搏咧就練步伐嘅 ，OK， 要步伐嘅 ，OK， 要快嘅 ，OK， 呢叫步伐 ，OK， 呢叫步伐。咁啊就圓扁薄講三體 ，OK， 咁今日就四三體啦，然後就四標啦，四標就講浮沉吞吐嘅，但呢啲你睇唔到噶啦，喺內邊嘅，係練呢啲發勁嗰時咧，啲發勁嗰時咧，發勁嗰時咧呢啲手咧入邊咧放鬆，放鬆然後整入，整入之後咧，然後咧就六勁。六勁咧，所謂牙頸、腰部、手背咧，同一時間發勁，嘅同一時間用標錘嚇，嗱呢啲咧全部係經過身體整合，然後發出嚟嘅勁，叫六勁。八式咧就係、是、嘅手法啦，嘅八式就即係邊角、腕撞、彈索、盤衝，啊邊咧，譬如呢啲嘅邊啊，呢條邊啊嚇，角咧呢啲叫角，嘅啊腕咧就咁呢個腕啊，呢個腕。撞呢條，呢啲叫撞；喂，呢條啊，呢啲叫撞啊。當彈彈咧，呢啲叫彈啊，呢叫彈；喂，索咧，呢啲叫索，呢叫索；喂，呢叫索；啊，盤咧，呢啲叫盤啦，盤啦，呢啲又叫盤啦；
衝衝呢啲呢叫衝啦，呢叫速，誒叫速，誒就解釋咗俾你呢幾樣嘢，即係入邊仲有好多嘅。又嚟到師傅教落嘅時間啦，咁而家咧咁難得請到胡偉坤師傅咧，梗係同佢學翻兩招啦。胡師傅你好，你好，誒，請問有咩可以招數可以教俾我咧，同埋啲家庭觀眾屋企練下咁噶？我睇你咁 fit 咧，不如我哋啊練下啲柔軟嘅 warm up 運動先咧。好啊，嚇，嗯 ，OK， 就好簡單嘅，做啲好嘛？好，啊，做下彎腰運動先啦。好 ，OK， 啊，係啱啦，彎腰運動先。你衝翻嚟腰先嚇，嗯，誒簡單啦，嗯 ，OK， 咁啊再壓腿吧 ，OK， 咁樣壓啦，哦，就咁走落去啊，係啦，壓落去，好，壓鬆條筋，嗯 ，OK， 嗱呢邊咧，係啦，壓鬆條筋嘅話，嗯 ，OK， 兩邊 ，OK， 啊練練翻條咩咯喎，練腰咯喎，好，嚇，好，練腰 ，OK， 練腰，就咁拎過去，係啊。好易學嘅啫，嘅下盤呢個 hip 唔好喐，哦，淨係上面喐，係啦，腰喐 ，OK， 腰喐，啊，係啊啱啦 ，OK， 嘅嗱我練膊嘅喎，嗯 ，OK， 過啦 ，OK， 向前啦，前啦 ，OK， 左邊啦，右邊高，唔得啦，係啊，啊。OK， 嗯 ，OK， 嗱咁樣吞咯 ，OK， 哦，就咁拱出嚟，係拱出嚟，係啊，咁樣，哦，即係要拱先，係啦，咁啱啦，係嘅，拱出嚟，係放鬆 ，OK， 好啦 ，OK， 嗱跟住啊，練教你兩次啦嚇，好，標誌啊，走呢個馬，係，誒望住你，嗯，啊標誌先 ，OK， 放鬆呢個臂，嗯。嗱，依度咁樣，依度依度扯翻向後，嗱，嗱，啊練佢啊，猛啲，係啦 ，OK， 跟住右邊，揸住拳頭 ，OK， 抽，哦就咁，係啦啱，係抽，抽 ，good， 抽，點啊？自己做得唔得？呢其實呢兩招通常係即係最基本嘅，最基本嘅直播拳嘅嘅標誌轉場。一日大概要練幾耐嘅話？一日練啊，一日練大約你花十零分鐘就得㗎啦。十零分鐘啊，即係 warm up 完之後就係啦，一路做呢個動作，可唔可以同我哋觀眾做多次啊 ？OK， 好，標誌嗱，標誌標轉場，標誌轉場，標。嗯哼 ，OK， 咁今日咧就多謝曬胡師傅先，所以咧記得各位觀眾屋企咧一日要練十幾二十分鐘噶，所以咧記住日日練到搏。歡迎我哋翻嚟收睇《舞動傳承》。嚇，胡師傅啊，我知道白皮派咧有一句説話咧，就係話誒出手不留情，留情不出手喎。咁點解咧？呢個真嘅，因為我哋嗰派功夫咧，啲手法咧比較點講咧狠啊，狠啊，又出手傷人，所以咧就輕易咧就唔出手，係嘛？所以咧，我哋嘅祖師都教落啦，佢話要遵祖遵師就遵舞道，學人學藝學功夫，係嘛？要一定要道德武德。另外，八眉派門訓裏面仲有好似兩句嘅喎，係咪啊？哦，好多句啊！佢另一句咧就話就係有親無義就不可教，無親有義則可傳嚇。呀，學得八眉真本領咧，啊，英雄半點不欺人。哦，點解嘅意思？即係話咧，想輕易咧唔好出手嚇，學到好功夫咧就唔好去蝦人，係嘛？因為你一出手啊就見紅，哦，所以輕易唔好出手。
但係出咗手咧就唔可以啊，即係冇逼不得已出手。頭先咧，我亦都請胡師傅咧指教咗我兩。